我已经好攰。如果连你都冇埋，我真系支持唔到咯。唔使惊，未执笠住，不过快啦。$228六个月重温低俗频道呢个字底价，要同大家讲声 goodbye 啦，因为低俗频道真系要加价啦。由2015年1月12日起，低俗频道就会调整收费，提供四大重温计划，只需$368就可以半年任睇。另外仲有一个月、三个月同一年嘅重温 plan 任大家选择。为咗方便大家，我哋仲特设 Visa、Master 信用卡过数。详情就要留意低俗频道台务 page 公布啦。记住啊，1月12日就新收费噶啦。